回到现场啊，我是半导体之父啊，我是张忠谋。那么今天讨论的题目呢是这个六氢啊，最近常常出的意外啊。那么因为氢氧之神啊，王永庆先生不在了啊。那么当然有人说呢，台湾的这个情况呢是一代不如一代，这句话呢你服不服气？是一代不如一代，还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啊？那我想这个阶段我们也来看一下，刚刚广告再接一个广告啊，这些广告不一样。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最大档的一个广告啊，是全民乌龙茶，有我们的全民婆婆，还有全民秀 girl 哈，我们欢迎他们哎。婆婆又过来啊，太好啊！你看，哦，我今仔日哦，唔呐去美白我的牙齿，而且我搁小可去微整形。你看我今仔今仔，我规人安尼胖肥胖肥，吼、哦，真正胖，真正水，搁袂瘦。哦，真正足侪食的，哇、哦，安尼一月拢食安尼啦，真好好、哦。啊，今日太好啊，哎。欸，这个吼，咱今日有三个这个芭比吼，啊，今日拢甲这个主题拢有共，欸，佫有即讲相共，因为吼，我2009年就开始拍这个广告，啊，这三个吼，就是三支广告吼，无同时间拍的吼，来，这上新的，这是2011年上新的芭比，来，你叫什么名？大家好，我是粉芭比。粉芭比，你看这水的，这少年的来，婆婆姐乖，好赞。好，来来来，这是2010年的，2010年的，你叫什么名？大家好，我是黄芭比。黄芭比嘛，袂歹，哎，你都好，因为小阿姑啊，较无啥物味啊，哈，但是无伊遐嘛好，有时阵咱一个加减啦，哈。啊，这第三个，来，这是2009年，哦，这上早期的芭比，你叫是啥物？我叫蓝芭比。你打个太极就中枪啦！你蓝芭比，你头前人你敢做歪，你真歹听，你知无啦？够点放无着你啊！你真正真歹仔呢！啊，我是敢够。真正有影，你看，人已经老啊，你看就是歹教哦，敢那教呢？这教呢愈来愈老，你都无法度教伊新的这个，是无啊？足痛苦的哈，哈。这就是三代吼，拢无同款的。我跟你讲啊，即马就是安尼吼，即吼江山代有新人出哦。啊，现在那有啥物一代不如一代，那有可能是安尼对不？但几位即马吼，有些新的芭比出来吼，哇，我蛮爱哦，足惊吓的，你知无？因为吼，这吼，这裤吼，伊拢穿特别短哈，对不？所以讲，我今日嘛特别开高叉。哦，开高叉。你看对无，过去小可微整形，安尼才有法度吼，继续过来拍拼吼，对无？婆婆，哪有啦，哪有。好啦，你讲啥？无啦，我感觉我嘛袂歹啊，而且吼，我搁得着 FHM 百大性感美女头一名嘞，而且我搁要出唱片啊。拜托姐好唔好？因为你哦，你打工了，逼你的粉丝团10万大军打工来灌票呢，安尼才第一名啦。你家己冇灌票啦。我看你一直喊痛啊！哎，婆婆，娃娃够啦！你讲吼，娃娃够啦！你要讲啥？我觉得前辈他们人又好漂亮呢，然后又出唱片，又会主持，然后又会模仿，啊，像我什么都不会，就只是靠我自己年轻而已。婆婆笑，不要紧啊，不要紧啊，吼，对不？
你下面拢袂晓袂晓紧，你少年就好，对不？你看这新的真正好，你看以前旧的拢安尼搞死。安尼嘛袂，安尼袂，安尼嘛袂，安尼嘛袂，安尼嘛袂。这乖，这新的袂歹，新的袂歹。拜托一下，年轻有啥咪好？起码唔是在翕相诶，我们是在上电视诶。上电视要靠的是什么？是经验，还有才艺诶。你才艺是年轻嘛？哈。经验，经验，还有才艺，好不好？好，才艺。话无差异啊，不要做好说话，麦搞惨，您继续。好，哎，你讲安尼，今仔日咱就比才艺，咱来看卖，敢是真正一代不如一代。好，来，啊，你有啥物才艺，恁表现者，来跳舞好啊，好啊。我先。你先哦、喔。对。啊好，我多伊上老的。好，来来来，无你先哦、喔，你先哦、喔，老师你凊彩一个 music 来，就开始跳舞。普通啦，普通尔，一看久真正吼，这几个人的无感觉，你知无？无感觉，这收视率就会下滑，你袂呢？我无话你啦，话你话你，来，哦。不是走秀啊，走过去再走回来，嗯，这普通你啊，来来来，华丽啊，你乖，你继续再讲，加油，加油，我就加油，加油，来后来来，你看来啊，哇！乖乖乖，安娜安娜，哎，我今天是来出唱片，我今天来家是提宣传费，不是提通告费呢。哦，安尼啊，你这大牌，你提宣传费？有啊。哦，安尼唔得真歹势，你宣传费偌济？1350，大家业界界拢知影啦，太少少啊尔啦。1350。对啊。啊，你通告费？1000。哈哈哈哈哈！你啊，你还上通告？我宣传费，啊，哎，你今日提较济呢？啊，袂用个，袂用个。哎，你唱歌，你唱歌，好不？时间拢给你，哦，你要唱啥歌？我要唱我的新歌《无可救爱》。哦，老师来喽。再无可救爱，也不怕牺牲，爱给的永恒，暗黑的心，寂寞的灵魂 ，Love Salvation。谢谢。水呢，水呢，真正够厉害哦。厉害啊！安娜，好会唱歌，而且啊，它真的很大呢！你看，你看，你看。安娜，这就是新陈代谢不好啦。哦，你也太大。啊，就大呢。哦，哎呦，阿乖，你创这个，哎呦，真正有影无法度啦。你若是人较老，你较有经验吼，啊，人就会较大颗、较肥，这是无法度的代志。不过歌声袂歹，咱该拍鼓啊，姐哈，水啦。哦，谢谢，谢谢，非常的好，非常的好。非常好，但是我想今天我们讨论这个题目呢很有意思，一代不如一代，或者是江山代有才人出。但是在我们音乐界，我们今天现场的周老师没有一代一代的问题，他从开始到现在就是一代，到现在都是这么烂。我们看阿红之声，谢谢。心爱落雨港，吼，你说我唱歌嘛就好听，我每次放唱片呐。心爱落雨港，嘿啊，心爱迄一天啦，迄一天，对啊，不是落雨港哦，不是啦，落雨港我听落落雨港，你听起来，你唱的嘛，知影歌词的意思，对不对？但无心爱一个人，但无心爱一个人。哦，啊，去了去了去了。精彩5432。嗨，阿红，今天欢迎大家来参加。我是阿红啊，我是小高姐阿姨。哎，今天马上来听奖评，非常关心的两报道大事件，由台北花卉博览馆新鲜的三冠又再次开放了，再次恭喜国民党的英雄啦！各位亲爱的听奖评啊，你敢知啊？台北花卉博览馆到底是多三冠，你知无？知。
梦想馆、未来馆、天使生活馆。我们对哦，就是之前哦，大家那个头壳只个准备憋起的哦，快干安尼有够快的所在啦哦，伊叫做梦想馆啦哦。哦，之前要去的人哦，嘛是排队排一大堆呢，要挤挤有当那挤到边啊，佫无在遐看会到啦，对不对？嘿啊，啊你有去坐过吗？有啊，好来，这足搞笑的，像安尼啊。什么？拍摄足快点，拍摄哦。好啊啦，袂得激动啦。哦。到这还侪人。哦，足侪人诶。我嘛去啦，无够侪人诶。对不对？哦，尤其是迄什么梦想馆，我搁有遐男女朋友遐排排两三点钟，搁无在遐入去，我头脑拢头壳只一空哦，拢无在遐看。叫我即马呢，即马无同款啦。即马听讲哦，去到预购门票哦，就听讲去了啦。所以，你边有搁有去无？预购门票。有啊，我今仔日就去试试。你搁去试试啊？系啊，大概是这样子的吼。啊！刚好遮轻松。啊，拢无人哦！啊，空间足大的嘛，空间足大咯，真正轻轻松松哦，啊，拢无什么压力就对啦。又知啊！夏龙斌，你这嘛是咧装下来就对啦，啊啊！你当家只开啊，这嘛只人是啥意思啊你啊？啊塞呀！如果我是夏龙斌，我咪甲大家讲，这梦想馆八月份就会开放啊。哎呀，所以讲哦，你就是无适合做政治人物就是。好龙斌呐，甲大家讲啊，我们在八月份的时阵呐，这贵人馆呐，搁要重新开放。啊，三月、四月、五月、六月，是啥物人要去看这、看这一款馆呐？对不对？所以讲，我何必怀疑哦？就好龙斌就挑工啊，要冲人气，要叫真侪人去啊哦，去遐看。啊，挑工，我甲大家讲啊，这个馆啊，将来啊，搁会继续开馆就对啊。所以，这是大家之间哦，头壳咁要憋去啊。哦，所以这一种是国民党的引流啦。来，这听众朋友可以来啊，红一声又。欸，我就是喜欢进去挤啊，来咬我啊，咬我啊！哇哇，他弹了啊！不是不抱时候味道的，就是喜欢进去跳咖条哦。我来讲，七月时候，什么代志都会发生啦。还熬几下你又？花博明明就办得很好，什么花博就办得很好？我跟你讲啦。世运这办的这样很好啦，哦，全世界都在看哦，这世运哦，那陈局市长啊，那跳上国际的舞台呢，对不对？啊，花博呢，全世界都在看，都看得到缺点。啊，阿洪吉家你有？啊，我跟你讲啦，嘿，郝龙斌哦，佮开放哦，就别骗人佮你一道啦。摸唔到，我跟你讲，啊，再来你来讲哦，完全的公主怪形象啦。哎呀，就甲你开电台袂过，要赶快袂见效。你哪袂见效嘞？哈，我电台拢袂过晓啊！先来讲诶，我阿正，你咪使胡白乱讲哦。你自己也开始哦，你也搁扣印起来哦。我若接你一通电话，我带你去。啊，对你有钱来啥物？哦，有人去咧超商抢个秘鲁哦，搁摕电池当人电诶，哪呢？啊，这种是阿多诶引流啦。各位亲爱听众，竟然有这款代志啊！无话句，才几工啊，一个姓黄诶逆商啦，吼，因为有喙焦，我想要啉秘鲁，但是搁无钱哦，结果去超去一个健康。两罐秘鲁呢？哦，好，叫遐迄个头家娘哦，看到伊咯，就甲问讲：你是不是无上桥哈？怎么？啊，你是要创啥？哎，拔腿就跑。哦，卡在，迄个店长偌厉害，古早是做宪兵的，甲佮拉起来。哦，虽然讲哦，迄个店长哦，有去用个电子棒哦，起也起咯，但是人本身佫无安怎。上可爱就是讲。警察在问伊讲，哎，安内生啊，哈，黄先生啊，是安怎？你别去共偷迄两罐秘鲁，伊竟然是讲啥知哦？伊竟然讲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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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阿西，阿你阿你，是讲啥啊？哈，就是要害你跟，你听下哟，哈，你想偷摕秘鲁，搁偷用来办个广告书，哈，你安尼敢丢？在哪间呢？我跟你讲。伊最主要的啊，做唔对的代志，都有压力甲讲。啊，我知，伊偷酒啊。唔是，伊去互人互人颠。唔是互人颠，伊共颠。共颠。互人颠是用颠，啊共颠是提物件用颠，对不对？拢唔是。最主要的是偷唔对秘鲁。哦。伊去偷着阿多个海泥根。哦。对不对？伊囡仔比如讲哦，伊那偷着唔是海泥根，唔是阿多个，伊偷着是讲什么上气？台湾秘鲁上气啦。啊，你得要互人你啊你。啊！你赶快去抓伊！为什么？因为伊偷的是台湾的秘鲁啊，对不对？咱食什么物件，用什么物件，拢爱用钱买，袂使用偷的。但是因为台湾吼，秘鲁上次你有着台湾秘鲁去用空去啊，这才是爱台湾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是袂啊。
细黄的逆商啊，哈！你竟然叫阿杜的秘鲁甲你骗袂记，哈！你无去摕到咱台湾的秘鲁，所以这一切拢是阿杜的阴谋啊！今日就讲只后悔，继续收了阿红姐姐感恩啦。我跟你讲，你哦去巷仔口，甲我讲阮历史。是的，你拄拄啊，不是甲讲你无爱听外国的，爱听台湾的秘鲁。是啦。啥物啉秘鲁啦？恁师有听风，你唔知影哟。我袂晓啉秘鲁啦。哦。去甲灌两罐椰子水啦。椰子水，椰子水，椰子的水，椰子滑水。你在做啥？